熟面的老师借着哄睡的名义让你通宵。哥哥，我是正经的，我是真的，我真正经，我一点都不会想让你通宵。不可能一会儿在助眠的时候跟你说一声塞班呐、啊、有内，我不可能说的啊，我很正经。你们就放心的睡就行啊，没有关系，不会炸到你的。说起来打 CF 了，对象那些东西怎么又说起来打 CF 了？啥情况？魔鬼？
洗了，对，洗了，昨天洗的。说点绿色的，行不行？先坐下来，回回家。先坐下来，现在不玩，就不玩了。
谢谢大哥的情绪。不会啊，谢谢大哥。我先把这个声音等一下哦。好，我们来一下八音盒。呱呱，就是呱呱说的是，两口，就是他说的是那个八音盒，他经常爱说风铃。咱们这也有风铃，但是你们都不喜欢，说实话。上面有底噪，因为环境啊，我是环境无底噪。
放音乐了。这两天不会有了。